在翻越波琼拉雪山突遇雪崩那一次，我们一下就牺牲了五名官兵。最后一刻他还拿着自己的武器，他在坎沙巴罗上总是一路小跑，他边跑就边喊着快点啊，加油啊，留下来的就意味着有着牺牲，在这种生与死的面前，他把生命的希望都留给自己身边的战友，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。最后一年我们两个受到暴力任务结束以后，我在真心在是左手把手尾扶到那个吊脖子，吊脖以后就都坐在这了，就是一整个人他的儿童也有想几人的打倒了他也不想打倒，像一个命令可以撤下来他不撤下来誓死不要。我们今天发现今天这样一个和平胜利的环境啊，很不容易啊，有多少这样的烈士英勇献身换来的呀、啊。